场地决定之后，现在再要面对一个付钱的机会，就是印喜帖。下次什么时候来玩呢、啊？暑假。耶、yeah, 哇，挡起来，挡起来就照不到了。不要这样子啦。耶、欸。你是怕你颜色太黑吗？不是。大方一点啊！我等一下眼睛就会一块一块紫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每次看到很亮的。嗯，哪种？